你看那四六块钱一份可不少啊，这一顿吃的饱天旋地的。大家好，我是老四，今个五六十户，老板大家谈点玩笑，走，别耽误了，咱赶快去走。是的，你这身装备齐全啊，帽子都戴上了。哎，不戴帽子抖抖围巾。哎，这都冻掉了，天冷。到了，开始干活。衣裳都刷出汗了吗？现在脱了，现在搁了热回了。你再穿厚点吧，那有我们熬穿了。热回了，要弄一条一身汗。老何，在这有三吨，有没有？有。是他这一车可不少啊。那这一车不少，300一，然后再走出发。再要衣裳穿。这一冷一热，最容易感冒了。走吧，出发吧。是啊，你这小音响不赖啊。可以吧？没事了，搁地上听着歌，晃的晃的跟啥，得劲了，听着刺激啊。哎，老板你好，给你送货嘞，你几点上班？下午2点上班。这是那个电脑仓库是吧？对对，你也下班吃饭去了，下班了，咱去吃饭去，走。我真冷啊，喝点茶。这天气变得棉花，我都堆上了。真冷啊，这。是那这一车多少钱？这才100块钱。300多元才100多块钱吗？他家郑州拉过来才350块钱，给你100，老板落250。老板再挣点，对不对？丸子来。哎呀，那是四六。丸子多少钱一份？46。丸子16，哎，真实惠。我这一大份丸子才16，丸子豆腐，一菠菜，不赖。这天吃的才暖和嘞。这米也怪香的，这米。你看那四六块钱一份可不少啊。我这饭量估计管支撑。叫厨师老了，这一顿吃的饱天旋地的。